超级汽车。一日警长，观众朋友们，贝勒小镇最受大家喜爱的汽车之星，它是我，雷克警长。啊，竟然是警车雷克！大家都喜欢雷克，为什么没人喜欢我呀？我可是最快的赛车！哼！我现在就去找雷克比试比试。唉，比试什么？雷克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，哇，你烫得像一个刚出炉的烤地瓜，肯定是发烧了，要赶紧去医院。可是，有紧急任务，呼叫指挥中心。贝勒虎，开心果，我收到了紧急任务。没错，雷克警长，贝勒大街发生了交通大堵塞，需要你指挥交通。让我去吧，雷克生病了，他现在、非常虚弱。好吧，那今天的任务就交给你了，旋风。没问题，交给我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过界赛车旋风，超级汽车出动。十字路口堵车，旋风警长有办法。左边汽车快快前进，右边汽车快快后退。撞车了，都怪我太心急了。千万不要拥挤，一个一个保持距离，注意慢慢通行，道路畅通了。谢谢你，旋风，指挥交通可真难。抓小偷呀！小偷别逃，旋风警长有办法。轰隆，加速追呀，冲啊，超过你啦！我赢了！嘿，旋风，这不是比赛，我应该抓住他。改变我的方向，朝着小偷追呀，加大马力向上飞呀！轻松抓住你，旋风做得好。遇到困难别怕，旋风警长会有办法。小心！遇到困难别慌，旋风警长马上帮忙。谢谢。别客气。谢谢你呀，旋风警长，跑来跑去不太辛苦。热情勇敢，不怕困难。好累啊！嗨，旋风，今天真是谢谢你了，一切还顺利吗？原来当警长这么辛苦，难怪大家都喜欢你。观众朋友们，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。下面揭晓今日最受大家喜爱的汽车之星，它就是旋风。是我！恭喜你啊，旋风！看来大家也很喜欢你哦。你说的对，我可是最酷的赛车。互换工作。好无聊呀！每天都在不停的送货，一点意思也没有。丹丹，我要送客人去沙滩，先走了。再见，妮娜。真羡慕妮娜，每天都可以载不一样的客人去不一样的地方，肯定很有趣吧？好了，板板，可以出发了。目的地是……我知道，农场。反正每天都去那里。嗨，斑斑，又见面啦！嗨，妮娜。斑斑，你看起来好像不太高兴。唉，我的工作太无聊了，我想换个工作。换工作？那你想做什么呢？我觉得你的工作很有趣，我想试一试。好呀，那我们互换工作吧，我替你送货，你替我送乘客。太好了！贝乐虎、开心虎，什么事儿呀？斑斑，猪大叔很着急，你快把他的货物送到农场去。好的。哦，可是我刚刚和妮娜换了工作。换工作？没错，斑斑帮我接送乘客，猪大叔的货就交给我吧。那好吧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，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，巨无霸货车，斑斑，跳跳出租车，妮娜，超级汽车。出动！我是跳跳出租车，大大轮子弹啊弹，顶着箱子去送货，这份工作交给我。妮娜加油！大箱子，农场的；小箱子，超市的。加油！送乘客去公园，送乘客去机场，穿过大街，走过小巷，不慌不忙，保持方向。哎呀呀，走错了！哎呀呀，迷路了！乘客十分着急，乘客非常生气。怎么回事啊？这份工作太难了。我们还是换回来吧。适合我，不要换工作。今天差点闯祸，幸好问题都解决了。斑斑，妮娜，酷宝，我听说你们今天换工作了，好像很有意思，要不要跟我换换呀？不要啊！珍贵的友谊。今天和安琪约好了去野餐，希望她能喜欢我做的三明治。快点！哎呀，我的三明治！妮娜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你们也不是故意的。你们太讨厌了，赔我的三明治！妮娜看起来好凶哦！好可怕！你太讨厌了，讨厌！哈哈哈哈！尽情的讨厌对方吧，吵气愤怒车，去破坏他们的友情！都是你的错，是你的错！我要把你撞扁！哼，看我的！啊，大家怎么了？为什么都在生气？啊啊！啊！ 妮娜，你的眼睛怎么红红的？哼，不要你管，我讨厌你！啊！我宣布，你不是我的好朋友了。什么？哼！妮娜变得好奇怪呀。嗯，不对，这其中一定有问题。呼叫指挥中心。贝乐虎、开心虎，今天大家看起来都非常愤怒。哦。 你们快调查一下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好的。啊，是麦特博士新发明的汽车在捣乱。啊，我就知道是他。安琪，这次救援靠你了，一定要小心那辆超级愤怒车。嗯，放心吧。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 超级汽车变身，飞天救护车安琪，超级汽车出动，哎呀呀，生气！ 不说话是因为我生气了，讨厌讨厌都是你的错，不理睬不说话，好生气，好生气好生气，请你别靠近！呀呀呀呀呀呀，我们生气啦！朋友朋友，我的朋友，让我来帮助你，大家都保持冷静，不要随。 生气，别生气，笑呀笑呀笑一笑吧，手牵手抱一抱，生气的小火苗被我们熄灭了。找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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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的好朋友，大家都笑一笑，世界会更美好。 不许动！你被逮捕了！耶！安琪，我们去野餐吧。好呀，我最喜欢吃你做的三明治了。超级快递。 太无聊了，我们该做点什么呢？朋友们，我们去做些有意义的事吧。嗯，什么是有意义的事呢？哈哈，找到了！我们到底要干什么？ 看到那辆大货车了吗？它可是超级汽车哦。嗯，看到了。它正在送快递。没错，如果我们也去送快递，那我们就能成为超级汽车。行动！嘘。谢谢你啊，班班。 没什么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好了，我们快走。咦，我怎么感觉肚子里空空的？啊，我帮你看看。糟了，你的快递不见了！什么？啊，贝乐。我开心果，大事不好了！斑斑，请你保持冷静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肚子里的快递突然全都消失了，希望大家能帮我找到他们。没问题，超级汽车，请准备。任务收到。超级汽车变身。 巨无霸货车，斑斑；超雷达警车，雷克；跳跳出租车，妮娜；超级汽车，出动！超级快递员，送货快又准。 走过这条街，穿过大森林，翻过这座山，马上就到达。好像掉了一个，没关系。丢丢丢，开雷达，沿着街道找一找，一个两个找到了，还有很多继续找。飘啊飘啊飘一飘。 森林里面找一找，一个两个都找到，还有很多继续找。超级快递员，送货快又准。农场和果园，快递送达。橡皮转是那，目标游乐园。哎呀，这不是我的。 来到农场找一找，有个快递送错了，这是果园的快递。跳啊跳啊跳一跳，果园里面找一找，有个快递送错了，这是农场的快递。超级快递员忙碌又辛苦。 给我们吧！比武比武送快递，跳啊跳啊送快递，吭哧吭哧送快递，天黑之前都送达。你们为什么要拿我的快递？我们也想像你一样帮大家送快递。好吧，不过送快递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。对不起。 明天正好有很多快递，我需要些帮手，你们愿意来吗？好呀！